去吧，你吃怎么样啊？啊，你吃什么呢？真难看哦，吃的什么？你告诉爸爸你吃。我吃的爸爸的口罩。你刚才胡说了啊！你好好正儿八经的说，你介绍一下，这吃的什么？还说饿了，饿了吃什么了呢？你看你吃什么了？操，他饿了，把这肉吃了。看看，看看，肉你要吃肉啊。把肉也吃了。好好吃。快点好好吃。好看呗。好看啊。好看呗。把那个牛肉和那个鱿鱼都给我吃了，快点。呛到了哈，好好吃。好了，好好吃啊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。你几岁了？